好，GoQuick 里头出的一个 CO16 这个产品呢，告诉大家要干嘛哈？它是针对我们的这个四分之一的产品要进行所谓的转接。那转接之后呢，让我们快速的哈能够进行工作，四分之一，四分之一，那么快速的转接。那它的设计原理呢，跟我们这个有点像，因为有一些装备呢，其实就是四分之一在转嘛哈。那我们要上 GoPro 的时候呢，就是 GoPro 需要做一个这个东西，叫做四分之一转接，全世界会计师独家贩售哈，这个别的地方买不到。买 GoPro 的人记得跟我要一个这个免费送你哈，就是你装了兔笼之后，没有任何的料件可以让你上四分之一，那你就只能很可怜的用它的什么呢？用它的耳朵，那就不好用哈，这样上来就形成了一个快拆的模式嘛哈，来看。拆开来了，来看，锁上去了哈。那这个锁紧，锁紧。那各位，如果你遇到这个锁不紧，原因很简单哈，螺丝太长。那么克服的方式，请你记得，请你跟我这样做哟。我们加上了这个东西，叫做软垫。这个软垫呢，就是避免你的螺丝过长，然后没有办法锁紧我们的这个 GoPro 的这个转接螺丝。那因为体积小巧，钩深不够，那我们就只能这样子用。好，形成了一个 Go Quick。好，那么这个用途是用在四分之一的摄影机上面。那缺点就是它没有角度，没有云台，这个也是要注意的地方。所以转接键里头哈，每一种都有不同的用途。好，请多多指教，谢谢。